总量 325克，固甜巧克力120克，辅料奶油100克，细砂糖100克，全蛋液80克，低粉60克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 Cream cheese 室温放软，和糖拌匀，分次加入蛋液拌匀成光亮有流性的糊状，奶油软化加糖打发，分次加入蛋液拌匀，加入热融的巧克力拌匀，加入低粉，用锅刀以切压翻拌方式混合至无粉，将巧克力面糊倒入方形烤模抹平，再倒入奶酪糊，用竹签从底部挑起巧克力糊，做成大理石丸，放入烤箱170度烤30分钟。烹饪技巧，原理为布朗尼，是那种硬硬的脆脆的饼，原来完完全全的是蛋糕，是一种很好吃的蛋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